天就隔天上三次，是上的好干净又好多。我跟大家讲不夸张，我光一个月速变3到5公斤清光。我跟他们对啊，你整个体重都很轻盈。你是上的很好，对不对？像我是上气体质的人，所以我是呢直接就是一直排气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等于让你肠胃道那个消化不好的人，对，积很多便便的，你就排得很好；逆胀气的，你就排气排得很好。我们恰胃生的那种，对。所以说你看哈，我们这三叶的凤梨酵就是嘛，专门针对我们胃里面肠道这一些有没有？我们排不出去的这些废物、这些毒素，对，直接帮你有没有分解？其实我们的肠道哈，你去想象我们的肠道是不是很长，所以很像家里前面的水沟，很多臭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水沟会发臭，是因为它塞住了，它里面没有在排，没有在流动。所以它不会发臭。如果它有在排、有在流动的，那个水沟是不臭的。是，就是这个感觉。你看，如果你的肠道没有在流动的，它塞住，接下来你的口臭、你的皮肤不好，然后最终你会有大肠癌。你看到我们家的凤梨酵素。